去传达。他们有点像在演戏，你不觉得？整个舞蹈你完全不在状态里面。如果你15年的音乐学习，我其实期待的比这个更高。15年应该不止这个。我希望从你的眼神里面能够看到你们的态度，所以你们的态度是最重要的，你们对梦想的态度，对自己的态度。Nobody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team. The team is always together.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a team for me is being a good person. 品德和人格的修养，还有就是音乐的修养，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必须要有。团就是齐，就是凝聚力。我觉得团魂就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，只有他们懂得其中的感受。一半同学加油 ！SSWing 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2019级以团之名的序幕现在正式开启。